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域解说，继续来这一个奥特曼传奇英雄手游，点击这边魔王兽的试炼，简单的困难，领取了没有？领取了，那只能来这边挑战。一个带两个，摩格庞顿，这摩格庞顿应该没有回血功能吧？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！还挺痛的。这蘑菇庞顿是不是不厉害？相对于其他魔王兽来说。400个等离子精魄哎，噩梦的就算了吧。战斗一下被他挡到了，好痛哦！嘿，跑哪里去了？痛了，在这边一直烧喽，快掉血了。咋回事啊？被打到了！在这岩浆里面，不能乱站人啊！哎呀，还差一个角色，再弄一个看谁能够57。哇！
好了，50级了。速战的状态一定要有嘛。哎，换，不然会死翘翘。哎。挺痛的。你在干嘛？等一下，别吵，等一下。哎，换人。换人了，吸血。在那边好像很耗血似的。诶，也在里面的。没有剩下挑战的机会了。好了，先挑战一次，看有什么奖励的，先拿走。马格马信人互相单挑。哎，我的怎么才这么一丢丢，才这么一丢丢的等级？